上茶，上茶。谢谢岳母。啊，先喝茶。哎，谢谢。十几年不见你了，要是走在大街上，我还真认不出来。嗯，但是岳父岳母好像没怎么变。哎呀，怎么会不变呢？老了。耀堂，听说前几年你去了那个法什么来着？法兰西，兰西啊，对对对，法兰西。耀堂啊，哎，你真是可以啊，为你们外家那是光宗耀祖啊。光宗耀祖谈不上，出国呢，一是为了学习知识打开眼界，二来就是学成之后回来报效国家。哎呀，有出息。你阿妈在世的时候，我就常说，你是个有出息、有志气的孩子。我还以为你阿爸早就忘了这门亲事了呢。那怎么会呢？岳父岳母，你们一定要放心，耀堂不会亏待民情。碧清要是嫁给你呀，我和他阿爸100%放心。我还记得。当年我要给碧清裹脚，你死活不让。不要再裹脚，不要裹脚。碧清后来没有再裹脚吗？你不让裹，我哪里还敢再给他裹呀？不过想想，还是你有远见。哎呀，你说这世道什么时候就给变了呢？封建陋习早就该改了。哎，碧清可读过书？读过几年私塾，后来哭着喊着还要再去，我坚决不同意。老话说得好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岳父，这番话我不赞同。耀堂认为，读书才能明理。碧清要是听到你说这些话，不知道该有多开心。嘘，读书才能明理，我喜欢这句话。这下你高兴了，满意了？满意如何？不满意又如何？我有的选择吗？还不只能听天由命？得了便宜还买乖，我哪有？就是，我说的可是真心话。玉觅，唯一灵魂之伴侣。得之，我幸；不得，我命。阿爸，你说，我把碧清接回来了。夫妻对拜，礼成。送新娘回洞房。小姐，这是写给我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曾见过你。印象中，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，她说我可爱。但长大以后，我们再未谋面，更谈不上相知、相恋，所以彼此没有婚姻的基础。
我早已离开家乡，去了外面的世界。那个世界很大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注定无法与你同行。包办婚姻，乃封建宗法之臣服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得救出殡，五四新朝风起一夜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清楚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去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去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命。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，仅以此书为明信纸，望深切见谅。出个好价钱，不要亏待了我们梅儿和咏春台，也不要低了各位的身段儿呀。那好嘞，梅儿我喜欢，我出30、50、80、100。哟，你跟我相识还真棒。会认识这种风尘女子？她不是风尘女子，她是我在惠平演讲的时候认识的女孩，叫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沈碧清。当时还劝过她，让她反抗包办婚姻呢，她怎么来到广州了？我们要像农民播种一样，把革命热情撒遍大地。要像杜鹃鸣春一样，把新文化、新思想传遍人间。碧清读过书，读过几年四书，后来口着喊着还要再读，我坚决不同意。岳父，道堂认为读书才能明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你说谁？麦先生吗？他叫麦秋实。你抓疼我了，孟苏，孟苏，对不起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人太多了。走，我带你去认识他。麦先生，沈孟苏来了。沈小姐，沈小姐，啊，身体好些了吗？麦先生，你好。你好。我身体好多了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孟苏，麦先生跟你握手呢。没关系，别客气。麦先生，您刚刚的演讲实在是太棒了，是不是孟苏？
我不大听得懂。这革命思潮都吹遍全中国了，你怎么还什么都不知道？桂平是个小地方，沈小姐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你怎么知道我是桂平的？春霞告诉我的呀。麦先生的救命之恩，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您才好。沈小姐客气了。我已经不是什么小姐了，请叫我孟苏吧。好，孟苏。麦先生，刚才看你看书看得那么入迷，就没打扰你。看什么书呢？鲁迅先生的《呐喊》。哦，春晓他出去了。我是来找你的，想跟你谈一谈。麦先生，你是想劝我去上学吗？对。我不想去上学。你这么爱读书，怎么会不想上学呢？跟我说说你有什么顾虑。春晓他为了救我花了500大洋，我这一辈子做牛做马都报答不了，我还怎么敢有其他的奢望？我不相信你愿意在欧阳家做一辈子佣人。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。你是个认命的人吗？孟苏，如果你认命，你怎么会从惠平跑到广州来？如果你认命，你怎么会从咏春楼上跳到湖里自杀呢？虽然你没接触过新式的教育，也没接触过革命思潮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你骨子里是一个不甘向命运屈服的人。可是我考不上了。你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一场考试吗？如果你的顾虑是欧阳家那500块大洋，我帮你回。麦先生，春晓。您跟孟苏萍水相逢，为什么要替他还钱呀？我希望他上学呀，他想上学。孟苏，昨天晚上我问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实话，难道你想上学我会反对吗？我有逼着你还钱，逼着你在我们家当佣人吗？春晓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既然你没有其他的意思，你就听麦先生的去考一次，省得麦先生觉得好像是我耽误了你。你要是考上了，你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承担，不需要麦先生去求校董会给你免除学费。孟苏，昆雅女士的入学考试分算术和作文两项。春晓，我会替她补习的。这个不用麦先生操心。好，考试定在下周一。这是算术考试，这是作文本。作文的题目是：是以自己熟悉经历的女性为例，论述中国妇女命运之改变。沈梦苏，我希望你不要灰心，不要向命运妥协，要坚强乐观地活着。你要相信你自己，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。扶着啊，把腿，你的右腿踩到右边的那个脚踏板，快上去。扶好啊，然后我扶着你，你放手。春晓，我不骑了。哎呦，没事儿，我扶着呢，我不会松手。你别放手。我不放手。你放没放？你听我，还在后面呢。来来来，再让开，再让开，你们都让开，让开。嗯，好，好，好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对对。哎哎，停停停，刹
住，稍住，停下，老师，麦老师，老师，麦老师。谢谢麦老师。喊你，你不可能溜晃儿，还摔着膝盖了是不是？苏，我知道你担心跟不上，但是也不能勉强呀，不能急于求成，对不对？这学习是一个很快乐、很享受的过程，你不能变成负担呢，明白吗？咱今天就别练了，啊，走，我送你回宿舍。麦先生，我自己能行。来来，快，来，坐上来，来，坐好啊，别乱动了啊。麦先生，谢谢你啊，这么晚了还送我回去。我是你的老师，不用跟我这么客气。麦先生，麦先生。老苏，你们啊，如梅，我在操场上练骑车摔倒了，麦先生刚巧碰到，他要送我回去。哼，你们来的正好，把孟苏送回宿舍吧。好，好。明天我给你拿一点跌打扭伤的药。不用了，我们宿舍里有。好，那你们早点回去休息。麦先生再见，麦先生再见，再见麦先生。你看，全校那么多学生，也没见麦先生单独给谁上过小课，真让人羡慕。我有书忘了拿了，你先走吧。嗯，好，先走了啊。这本字典送给你，你一定用得上。那我哪好意思呀？跟我就别客气了，拿着，以后一定用得上。钢笔送给你。不行，你对我的帮助已经很多了，我不能再要你的礼物。跟我就别客气了，你一个人在广州无依无靠的，我是你的老师，帮助你关心你不是应该的吗？收下吧。不管你这次能不能考得上，也不管你将来会遇到怎样的经历，我希望你不要灰心，不要向命运妥协，要坚强乐观地活着。你要相信你自己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明天。舞会正式开始，由麦先生
带领我们跳第一支舞。那我就请沈梦苏同学来跟我跳第一支舞。同学们，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。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度过了一个美丽的夜晚。明天有很多学生还有自己的学习任务。在这次的学生联谊会即将结束之际，我还要再说几句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大浪淘沙，革旧除弊，五四新潮风起云涌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革旧除弊，五四新潮风起云涌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青春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去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去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活。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，仅以此书表明心志，望深切见谅。麦耀堂，我们的青年皆应珍惜自己的青春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，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活。好，
就在那边，走吧，赶紧看看去。 都弥补不了我给你造成的伤害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唐熙发生的事情真的是阴差阳错。那场婚礼也是你安排的吧？我承认，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完成任务，但是林月昌压榨百姓。 杀人无数、罪恶滔天的，真的该死！但是我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那天的事情会发展到那一步。我想阻止已经阻止不了了，我只能不顾一切的去把任务完成。我不知道什么是革命，我只知道你。 是害得我家破人亡的凶手。你说的对，我今天也不是来求你原谅我的，孟松。我只希望你能去上学。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沈碧清，你劝我去读书，在学校对我是那么的关心。 这些都是为了减轻你内心的负罪感，我真的是瞎了眼，把你这个无耻小人当做是我的恩人、恩师。我告诉你，我沈碧清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 理解，我知道你离开昆雅是因为我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回去念书，我走。麦耀堂，这个畜生，你还没死啊？好，你把我们害得更惨，我今天为民众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要打就打我。你给我起开！ 沈夫人是我害死的。我们原本的计划是在半道上杀了林月昌，可前天晚上下大雨，路塌方了，林月昌临时赶到，我们行动队的几位同志不愿放弃行动，我作为副队长，免得拦住他们，才造成了沈家和麦家的惨案。大壮，原来你们两个是一伙的！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，我只希望沈小姐能够原谅邱氏同志。原谅？怎么原谅？他把我们害得这么苦，你要饶了！孟松，麦耀堂，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的阿妈再也回不来。 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就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穆苏，穆苏。
亲说的，重复一遍。就是在三，哎，不是三，是十，哎，什么十啊？是四，第四个，第四个星星。春晓，你不要再制造紧张空隙了。先生，他中了一枪，差点被他们发现。他怎么样了？现在没事了，我已经给他包扎好了。你跟麦先生还真是心有灵犀呢，我们都没有听到枪声，就他听到了。幸好你平安回来了，要不麦先生都准备什么都不管，哪怕曾经进去救你。孟苏，这次任务顺利完成，如果谈判成功，你就是大功臣。苏，麦先生，出事了，出事了 ！Fire！
长大以后，我们再未谋面，更谈不上相知、相恋，所以彼此没有婚姻的基础。我早已离开家乡，去了外面的世界，那个世界很大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注定无法与你同行。包办婚姻，乃封建宗法之臣俗也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革旧除弊，五四新潮风起云涌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青春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去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去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活。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，仅以此书表明心志，望深切见谅。慢摇堂，慢速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无论做什么，都弥补不了我给你造成的伤害。唐熙发生的事情真的是阴差阳错。那场婚礼也是你安排的吗？我承认，我跟你结婚是为了完成任务。但是林月昌压榨百姓，杀人无数，罪恶滔天，他真的该死。我安排干什么？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，就请你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。我不想再见到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之间的恩怨就此了结。莫苏，莫苏，有几句话，我想在上战场之前跟你说出来。如果现在不说，可能永远都没机会说了。我说了，你不用跟我说任何道歉的话。我不是来道歉的，也不是来忏悔的。我想告诉你，我对你不仅仅是歉疚。莫松，我想用我的一生来照顾你，保护你。我对你的爱，都写在这封信里。莫苏，我知道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接受我，但我会等下去，等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。我亲眼看见他中弹倒地，然后我就晕倒了，救护队把整个战场都搜遍了，谁都没发现麦副主任，就是说他很可能被敌人的炸弹炸成碎片了。麦副主任上了战场竟如此的勇敢，真让人难以置信啊。虽然是一个共产党，但是他让武队长不得不肃然起敬。
孟苏，你自己是找不到他的。活要见人，就算死了，我也要找到他。孟苏，孟苏。我们。
家的规矩，六里三叔我就是许配给你的媳妇了。从我出了沈家的门，被花轿抬进你们麦家的那一刻起，我就是你麦秋实的人了。这篇作文的题目叫做《我的家乡》。我的家乡是一个风气闭塞的小镇，人们脚上的木屐，行走在麻石铺的路上，在弯曲而狭窄的街巷里，敲响了千年。我的家乡是一个风气闭塞的小镇，人们脚上的木屐，行走在麻石铺的路上，在弯曲而狭窄的街巷里，敲响了千年。小镇的旁边是连绵的桑田，环绕着一个个明镜似的鱼塘。镇上的女子大多过了小江，很多人从小就被父母丢了童子亲。穷苦人家的女孩更是统统被嫁作童养媳。就是马索，你进了我们麦家的门，就是我的妻子，你能原谅我吗？雨发生了以后，我一定要重新娶你一次，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下车就在人群中找你。我是去接你了，但是临时要开会，就去晚了。等我到了站台，你们都走了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知道你忙。我一出院就被调到乐曲委去工作，确实有特别多的事。你要搬家了吗？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，还要在这再住一段时间。阿苏，送给你。告诉你个好消息，由于你在北伐当中的出色表现，党组已经决定了批准你转为正式党员。真的？祝贺你，莫苏，我们结婚吧。上次不算，我们向组织上打报告，我要还给你一个隆重的婚礼。
把欠你的幸福都还回来。我们永远都不分开了。睡着了。你到底要捡多少呀？是不是想把整个广州城都填满呀？只要你愿意，当然可以。秋实，你知道我最想把它贴在哪儿吗？让我猜猜。窗户上，床上。身上，就像给你盖了个印章，以后你就再也跑不掉了。你还怕我跑呢？其实这些日子对我来说就像做梦一样，我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。阿苏，我知道我对你的伤害太深了，让你心里有阴影，但这一次是真的，实实在在是真的。我一定会牢牢抓住我们的幸福，绝对不让他从我们的身边溜走。那就盖个章吧。盖个章？怎么盖？
这雨要下到什么时候啊？还要下一阵子呢。每年这个季节，广州的雨都是没完没了的下，这叫龙舟水。那我们还要等好久吗？也不会太久了。龙舟水啊，下一阵子就停了。等什么时候雨停了，天一放晴，咱们就去办咱们的事。要不然，我们就不发喜帖，也不办酒席了。那怎么能行？咱们那么多同志，那么多朋友，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不告诉他们，他们一定不会答应的。再说了，咱们也要向组织上打个招呼。真的要这么麻烦吗？这可不是麻烦。龙苏，我答应过你，要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。哎，我的印章呢？哦，先生，和您太太说下，别让她哭了。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。你好了吗？好，两位往这儿看。三、二、一。喜帖呀，我都写好了，刚好66封，六六大顺。这一会儿回去你赶紧看一看，确认好了呢，我明天就从邮局寄出去了。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？一会儿回去赶紧看一看啊。陶特居，正好酒宴在这办，我想进去先看看环境。哎，着什么急呀？这条街上好多家店，咱俩都没逛过。今天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咱们多逛几家。以后的工作啊，越来越忙了，形势也越来越紧张。我怕没有这个闲情逸致了。可是我还是……你看，你看，双皮奶，那是咱们家乡的小吃，咱俩先尝尝去。都到陶德居门口了，我还没进去过呢。咱俩先去吃两碗双皮奶。你听，我先给你介绍介绍陶德居。你说，人家陶德居啊，泡茶用的是白云山九龙泉的山水，每天白天啊，用这大板车到三元里取水，到了市里再用木桶挑回来。正所谓是，陶陶烹茶，瓦顶陶炉。文火红炭，别饶风味。哎，你刚才注意到没有？石门铭那三个字，那是康有为的手笔，是他最得意的碑帖。听说当年南海先生在这开设的万木草堂，就在这附近的长兴里。说康有为啊，经常去那儿喝茶。吃完两碗，还想吃。我从小最喜欢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双皮奶。谢谢。到了广州以后啊，只要是有卖双皮奶的地方，我就要进去尝一尝。尝来尝去，这家最正宗。
尝尝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你看着我干什么？是不是觉得我挺好笑的？就是，我觉得今天你有点不对劲儿。没有啊，我挺正常的。你告诉我，是不是跟春晓谈的不好？春晓是不是不能理解咱们俩的事儿？忙了一天，我还没顾上跟他谈呢。还没谈啊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形势可能会变得很糟。我们党正处在很大的危险之中。那该怎么办？区委这几天一直在进行紧急的部署，安排下一步的工作，为了应对很有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在做准备。一旦发生大冲突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起来战斗。那组织上有没有给我安排什么任务？真的？你真的没骗我？就是，你快说呀！更不愿意接受这个安排，无法想象你跟其他的男人假扮夫妻。但是现在组织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，革命需要我们做出牺牲。你我都是党员，在这个事情和我们为之献身的民众解放事业之间，别无选择。我怕了，我真的怕了。六十六封喜帖，我一个字一个字的写，手都写麻了。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，可你却又要离开我。我和另外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，你不是说过吗？这一次我们要把幸福抓得牢牢的，再也不让他溜走。我说对不起。难道革命和爱情就只能选择一个吗？请人给你写，你非要自己写。
你看这么多人，你能写得完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写才有意义嘛。结婚吧，我要还给你一个隆重的婚礼，把欠你的幸福都还回来。我们永远都不分开了。办吧，我和老欧在熟人中打个招呼就行了。莫苏，为了革命的最终胜利，我们个人的人生和情感，就算经历再多的曲折，也是值得的。就是这样的日子，还要坚持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，莫苏，不管多久，我对你的爱都不会变，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爱不会变。这些波折都是暂时的，我相信经历了这些波折，我们的感情会变得更加的醇厚。有一天，到了我们真正相聚的时候，一定会更加的幸福。莫苏，相信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我的女儿春晓交给你了。请岳父岳母放心。春晓啊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不能再耍孩子脾气了。爸爸和妈妈就希望你们互敬互爱，幸福永远，永结同心。我知道了，爸。来。恭喜恭喜，麦副主任，不，应该是妹夫。真是没想到，麦副主任最终还是没逃得了我这个傻妹妹的手掌心啊！表哥，你可别忘了，秋实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对，妹夫的救命之恩，元昌铭记在心。
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。听说你调任省委军事厅了，看来以后前途无量啊。什么前途无量？就是混口饭吃。来，干杯！你们先聊，我去看看我妈。 秋实和春晓那样，在报社登个结婚启事吧，不然这么偷偷摸摸的，像个什么呀？像什么？你还想当真啊？不是，我是说这样对工作有好处。明天我就去报社补个启事啊，来，喝着。我不想喝。那也得喝点儿啊，不就是一杯红酒吗？秋实和春晓那儿现在还不定怎么花天酒地。 秋实，我有件事儿。你说。我想参加军事训练。你？嗯。你不用了吧？王苏，你听我说，你主要是在起义指挥部协助工作。即便是到了前线，你们是女同志，你们负责的是宣传和救护的工作。可我还是觉得我应该学习一些军事方面的东西。上次在北伐战场上，好多次。 我都会有那样的感觉，我恨不得我能拿起枪来。秋实，好吧，那我跟黄启说一声，黄启现在正在给新组建的赤卫队和工人纠察队搞军事训练，我跟他说一声，安排你去参加。谢谢。嗯，手榴弹的构造分为三个大的部分：弹体、物品和金属盖。 黄启，怎么是你啊？薛甲，王苏，你好，好久不见了。嗯，哦，通知我们来参加训练就是在这儿啊？没错，这里是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训练场。训练场？你们就在这儿训练啊？是的，我正在教大家练习扔手榴弹。在这个屋子里扔？对。 这里就是我们的练兵场。我们先练习扔手榴弹，之后还要练习射击、练习爆破，教大家怎样利用地形地物，怎样进行城市街巷作战。你这不是纸上谈兵吗？我们现在只有这样的条件，只能纸上谈兵。等起义爆发以后，整座广州城都将是你们的练兵场。秋实。嗯。 我看你很疲倦的样子，你是不是好几天没睡好觉了？是啊，省委和人民军事委员会连日都在开会，我要抓紧时间把讨论的内容整理出来。现在距离12月12日起义的时间一天一天临近了，我哪有心思睡觉呀？我去给你泡杯茶来。哎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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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秋实，不用我帮你沏了杯咖啡，你赶紧喝了提提。我什么都不用喝。 现在再浓烈的咖啡都不如我手上的工作让我提神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现在处理的这些文稿，我看到它们，不会让我有一丝的疲惫感，反而让我的头脑无比的兴奋，甚至我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是什么样的稿子让你这么提神？哼，你看，广州苏维埃政府宣言。啊，老苏，来看这个。 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书，就是起义胜利以后啊，新成立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给民。
民众发布的一系列文件之一。广州苏维埃政府。对，我们这次不光是一次起义，我们要打出红旗。我们要建立真正的代表人民的工农民主政权。您别小看这几张纸，它描绘出了起义成功、革命胜利以后劳苦大众梦寐以求的理想的生活。要是起义真的胜利了，真的实现那样的生活，该多好！这是今晚起义的标志，希望他可以保佑你平安。为信仰牺牲，那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但我还是不希望自己死，因为我欠你的太多。我要为你而活，给你还债。再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幸福了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结合在一起，生生死死，再也不分离。
秋实在一起了吗？ 起义队伍撤出广州那一天，我一直在指挥部等着你，等到了最后一刻。那天你到底去哪儿了？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我们两个没有任何关系了。 苏，你怎么能跟我说这样的话呢？请你不要再问了。要不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意外，我们早就结婚了。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亲近的人，告诉我出什么事了？有天大的事，我们一起来承担。到底怎么了，孟苏？孟苏！ 最近我觉得孟苏不对劲儿，怕是出了什么事了。你找个机会去问问他，看看到底怎么回事。你怎么不亲自去问他呢？可能有些话他不愿意跟我说吧。你说，会不会是欧大明对孟苏做了什么？
你想到哪儿去了？罗达明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做那种事的。你凭什么认为他不会？难道你看不出来罗达明很喜欢孟苏吗？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？你的优点是很君子，缺点就是过于君子。苏，你等一下。最近你老躲着我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阿贵的事你别太担心了，现在局势这么乱，消息满天飞，没一个准确的消息。阿贵吉人天相，相信他不会有事的。你不用担心我，忙你的去吧。哎。知道你可能有点介意我和春晓之间的关系，但我们俩就是革命的同志关系，除此之外什么事都没有。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认为别人会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。我说，在我的心里没有人能代替你。这些天我每天都在想着我们的事，我希望尽早有工作。命运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让我们分开，说明我们注定有缘无分。我不想再继续纠缠煎熬下去了。阿松，咱们这次一别，真的不知道何时再相见了。不见了。从今往后，我们彼此珍重。感谢你了，布鲁克先生。不要客气，希望你的父亲以后多给我们维多利亚号寄笔生意做。好。那么，再见。再见。秋实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
孟苏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怎么都没看到你？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你跟我说呀，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陈贵现在生死不明，你就剩我这一个姐妹了。我不管你，谁管你？帮帮我吧！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告诉我。急死我了！你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真的吗？你走吧。春晓他怎么样了？他挺好的，只是以后不会再参加我们党的活动了。是啊，现在形势那么严峻，我们的同志死的死，逃的逃，能坚持下来的已经没有多少了。春晓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，只要他不做对党不利的事儿，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。花落花开，人去人留，以后的斗争形势会更加的残酷复杂，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，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。我沈梦苏是一个一条路会走到黑的人，哪怕前面的路万劫不复。既然我认定了共产党，认准了干革命，我就绝不会回头。
你要多保重。 接下来的几年是国内革命战争最艰难的日子，国民党军队对中国苏维埃根据地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围剿行动，斗争变得越来越残酷，革命队伍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 是，来了，刚采的，咱们几年没见面了，送给你。 我知道这几年你过得不容易，我一直都没有联系你，真的是迫不得已。时间过得好快。是啊。哎，小远他好吗？ 坚强了，是啊，不像在昆雅的那个时候了，整天傻乎乎的。那个时候是有点傻，但是傻得很可爱。说说组织给我安排的工作吧。好，现在中央交通局要建立一个秘密的交通线，这条交通线沿途设立了几个交通站。 分大站、中站和小站，其中最大的三个站是香港站、汕头大站和赤白交界区的长兴站。经过组织上考虑决定，委派你到汕头大站工作。我什么时候去报到？当然是越快越好。好，那我收拾一下东西，马上就可以去。我去哪儿找谁呀？去崇仁街人达药房，找欧达明组织报道。 不想再见到他，可不可以给我换个地方工作？这是上级的命令。我说，过去的事儿都怪我。 做梦都想跟你在一起，但是现在我真的不想说咱俩的事儿。老苏，我明白你对感情的态度，我也知道你现在的心情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就不要说了，给我一点时间。
少现在我们还是上下级。上下级。转过去。什么？我让你转过去。啊？到底哪儿痒？越挠越痒，整个后背都痒。我真希望你能永远这样挠下去，永远都不停。讨厌！孟苏。陪他飞出围墙，含着眼泪，不管滴在什么地方。女人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小的时候被父母包办婚姻，不能爱。当初我到了广州，我以为可以追逐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爱情，谁知道现在该上了革命，还是不能想爱就爱。孟苏，孟苏，想爱就爱吧。我这个人做事考虑的太多，瞻前顾后，不但害了你，也害了自己。天的密室里面躲避追捕，然后他趁我昏迷，他趁我……你别说了，不想听，孟苏，你太苦了，我不让你一个人承受，我要和你一起来承受，我要好好的爱你。为什么，阿苏？我的眼前总会出现小远的影子，我一想到他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你，阿苏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
你别再自己折磨自己了，好吗？ 这几年，我和当组织失去了联系。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，我就想这辈子我就带着小远这么过下去，我认了。可是谁知从汕头到长汀，命运让我再次遇到了你，我还要跟你一起工作。 你知道每次我见到你的时候，我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爱也不能爱，分又分不开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为什么命运一次次把我逼成这样？不是，你在我心里永远都是那么纯洁，那么善良。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 等我们这次把任务完成，我就去广州，我去跟春晓解除那个我们之间有名无实的婚姻，好吗？我们两个人永远就这样。 你把侍卫队的兄弟都集合起来，带上家伙，有什么带什么。我在池塘边等你们。好的，出什么事儿了？现在还不清楚，但肯定出事了。不然囚室他们不会绕到这儿来。我现在就去。兄弟们，带上家伙，我们出发。带上陈贵。 拿走，怎么着？孟参谋长，共产党的运输队就在咱们后面。确定是共产党的运输队？人不多，走的还很快。带头的还是个女的。女的？啊，参谋长，我明白了。咱们之所以落到我们后头了，肯定是去镇子上找沈孟苏了。沈孟苏？对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那天我们摧毁了长兴站以后。 孟苏对其苏军那条老路非常的熟，他一定去给他们带路了。他住在这儿干什么？这个，以后我慢慢再跟你说吧。现在怎么办？他们应该很快就跟上来了。你带着人，火速占领那边的山头，我带着部队占领两边的高地。他们最拿手的不就是伏击战吗？咱们今天也伏击他们一回，让他们乖乖的钻进口袋。
打！瞎混什么？不就是一个卖球石吗？你至于吗你？你这个无耻的叛徒！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我无耻，我是无耻。可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？我这一拳我是为了什么？我不要再说了，你越说我越觉得恶心。再也不想见到你，小燕也永远都不会认你这个当叛徒的父亲。闭嘴！是因为你。现在我要送你去见阎王，让你们永世不得相见。秋实，
就是你谢红军主力。不可能，我看看。沈梦苏呢？被闽西的主力红军救走了。秋实，秋实，梦苏，我苏，我苏。孟苏同志，对不起，我错怪你了。这把枪还给你。
慢点吃啊。春晓，木苏，我这次来是要带小远去广州。我跟我爸妈商量过了，你的生活动荡奔波，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。太好了，真的太谢谢你了。说实话，我正为孩子的事发愁呢。我自己经历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这孩子吃了苦。那我就把小远托付给你了。孩子在我身边，你就放心吧。有机会你尽晚来看他。哦，对了，前几天我看到袁昌了。他现在也要转到正规部队去，临走之前来了我们家一趟。我们全家人都不理他，他呆着没去，几分钟就走了。他还有脸去你们家呀？在后方医院，我听一起养伤的同志说，这次的围剿，蒋介石真的是不惜血本，光对中央苏区就动用了50万的兵力。现在中央红军马上要转移了，组织上决定让我跟随中央红军的主力一起转移，让你留在广东担任地下组织的负责人，继续坚持革命斗争。我能行吗？你一定行。这些年你的成长让所有人刮目相看，我相信在今后的斗争当中，你会变得更加的勇敢，更加成熟，更加的坚强。老谢和大张他们也会留下来领导游击战争，他们都会帮助和支持你的。但同时你也要有一个心理准备，可能接下来的工作会更加的危险和困难。我们又要分别了。无论多久，我都会等着你，等你回来。因为上级领导说，我们既是同志，也是爱人。我都想过了，无论多大的困难，多大的艰险。